老师们好，我叫朱月晨，就读于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数字内容方向，导师为荣小佳和李运团老师。我的论文题目是 Plant Max：探索人类与植物对话的音乐界面，论文字数约为12000字。在这篇论文中，我提出了植物音乐交互界面这个概念，这个界面超出了传统图形用户界面的范畴，是属于一个有形的实体的用户界面。同时，我尝试通过使用传感器获取植物的生理数值，并经过 MaxMSP 程序以音乐的方式表现出来。今天我要从这四个方面介绍这篇论文的内容。首先是选题的背景及意义。我的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是人机交互以及创新设计，所以我也经常会思考超出传统交互的方式。另外，我也经常访问 MIT Media Lab 的官网，学习前沿的科技和思想。我对他们底下的三个研究小组比较感兴趣：Tangible Media, Flat Interfaces, and Responsive Environment。第二点原因呢，是因为我比较喜欢看一些超自然生物之类的电视剧、电影，比如蜘蛛侠、闪电侠、吸血鬼之类的。我很想让人类有能力感受到超越五官之外的感受。第三点，选择植物的原因是因为植物作为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生物之一，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然而，城市环境和技术驱动的社会越来越失去这些生物的关系，所以我在寻找一种方式来恢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接着，我从跨学科的这四个角度分析一下这篇文章的研究意义。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植物之间会交换大量的信息，提取植物的数据有利于我们了解周围环境的状态，从而不再需要其他高额的传感器去检测环境。如果能破译植物的代码，我们就可以拥有用于植物的罗塞塔石碑。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将植物作为艺术表达的载体，可以寻找一种人类、自然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设计的角度来说，重新利用自然界所赋予的，设计一种有机植物互动，可以开创一个回归自然的数码革命。从工程的角度来说，通过赋予植物一种声音、一种回应和参与我们的可能性，可以产生新的娱乐形式，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并形成一个新的环境计算平台。接下来介绍一些基于植物的国内外研究。左侧这部分是 Cyborg Botany 实验的部分。当人的手势不同时，植物内部的信号会发生变化。右下角这张图，团队人员将电极连接到捕蝇草上，让植物能够接收信号。通过使用电脑上特定的应用程序，点击其屏幕上的叶子，可以做出相应的指令，例如让叶片闭合。右上角的是用于植物感知移动的物体，当猫经过时，用户会在软件中得知由植物传递的该信息。微软研究院做的这个项目，在一个装满了传感器的密封舱里放了一盆植物，并且底部与电脑相连，用户只需要在终端设备上输入内容，即可实现人类与植物的交流。输入的信息经过自然语言处理以后，会被映射成某种情绪，植物会对人类的情绪做出回复。这个小小的发明并不只是用于植物的简单沟通与交流而已，微软希望呢，是对未来的农业产生影响，甚至彻底改变我们理解环境的方式。8年前的 Pieces for Plants 这个项目是一个通过使用高灵敏度的电容传感器让植物和人交互的作品。当人接近植物时，可以听到植物对它们存在的反应。右侧的 BioBox 项目也是如此，通过改变电极的位置会产生不同的声音。本文对植物交互界面进行了研究，收集并总结了国内外对于植物的最新研究信息，对植物在艺术方面的应用做了文献回顾。在创新方面，我提出了植物音乐交互界面 Plant Musical Interface PMI， 也就是触摸同一植物的不同位置会得到不同的音乐反馈效果。同时，我又用使用传感器获取比较分析了不同植物的生理阻抗数值，并将这些数值转化成音乐。接下来是介绍文中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自然界有无数美丽的生物，其中许多都具有独特感知能力和表达能力，它们可以感知环境和其他生物，并再生、驱动或生长。与我们和传统数字设备的互动不同，
我们与自然界的生物的互动机制和交流渠道是微妙的。以植物为例，它们懂得表达自我，通过电脉冲和化学信号合成并传递大量信息。如果植物可以和我们说话，他们会说什么？同样的，如果我们能和他们交谈，我们会对他们说什么？结合生物学、艺术、设计、工程的知识，通过音乐的力量，我们创造了一个植物与人的音乐交互界面，让人们可以与植物通过音乐的方式共同表达自我。在设计过程中，第一步使用皮肤电流传感器获得植物的生理素质，并将其直接转化成代表植物的声音，不使用任何的声音合成器处理修饰，因为我认为这样子才能代表最纯粹的声音。第二步，将植物叶片设计成电容触摸界面，当用户与植物交互时，会改变叶片的电容数值。第三步，就是将这些改变的电容数值与特定的音乐合成技术结合，产生不同效果的音乐。接下来介绍实验中涉及到的两个传感器。皮肤电流传感器会对植物两个电极施加恒定电压，然后通过欧姆定律测得植物的导电性及其变化。电容传感器呢，是用电容感测，是一种基于电容耦合的技术，可以检测和测量任何导电或具有不同于空气的电介质，主要由上下两电极绝缘体衬体组构成。在没有人体触碰感测界面的情况下，脉冲讯号几乎原封不动地传送到电阻的另一端。当手指接触电阻的另一端时，输出脉冲的高低电位时间将被延后。通过对比输入和输出的脉冲时间，就可以获得不同的数据。为了让项目更具有科学性，寒假期间，我分别对四种植物做了多次实验，收集了从晚上十点到第二天早上十点12个小时的数据。可以看到，不同植物的生物阻抗数值不同，滴水观音数值较高，在600左右波动。另外，君子兰每秒之间的波动范围较小，在12左右，它的看起来线比较窄。绿萝在20左右，它看起来比较粗。接下来介绍研究成果。这是我对 PlumMax 的硬件设计，皮肤电流传感器的一个电极连接在叶片上，另一个电极连接在泥土或者水里，另外还有9个电容传感器，它们分别连接在9个不同的叶片上。在该电容传感器的电路中，我使用了1兆的电阻，该组织的电阻可以检测手指是否碰到了感测面，即只有当手指触碰到植物时，电容数值才发生改变。接下来是对程序的介绍，可以大致看一下。在交互的过程中，我涉及到了7种声音合成技术，从而使得声音更具有空灵感、浑浊感和层次感。而第一部分则是使用皮肤电流传感器获取植物的生理阻抗数值，并将这些数值储存在 buffer 中，用于产生植物初始的原始声音。接下来我们可以欣赏一下。接下来介绍 PlumMax 的交互方法。 PlumMax 会一直产生声音，将植物的生理状态可视化。 PlumMax 有两种交互形式，当用户进行接触式交互时，如抚摸拍打，此时 PlumMax 就是一个音乐控制界面，用户可以根据改变手与叶片接触的面积、持续时间，生成不同感觉的声音。当用户进行无接触交互时，这时植物会对这些刺激以声音的形式展现出对它们的反馈。此时改变的数值不是植物叶片的电容数值，而是它的皮肤电流传感器的数值。
最后一部分是对论文的总结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愿景。结合园林治疗的方法，我的植物音乐交互界面在未来可以设计成一个面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产品，因为植物是老年人都熟悉的，并且本身就具有疗愈作用，运用感官刺激及听觉来改善人们的压力、悲伤等消极情绪。将 Plant Max 设计成一个具有治疗性的音乐产品，也未尝不是一个良好的未来发展方向。我相信 Plant Max 作为一个自然生物音乐用户界面，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并存在较大的商业价值。最后是对我的研究总结。Plant Max 通过结合生物神经科学、艺术、设计、工程的知识，感性但又理性的将植物的声音可视化，设计了一个有机音乐界面。通过赋予植物的一种声音、一种回应和参与我们的可能性，可以产生新的娱乐形式，改善我们的生活，并形成一个新的环境计算平台，可以用于教育和娱乐。什么是 Plant Max？ 它是一个脱离图形交互界面的有形音乐界面。它运用了传感器网络，打破了人们与植物的传统交互。它将人们感受不到的植物信号通过音乐的形式表现出来，增强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这是我的参考文献，总共有21篇，一篇中文，20篇英文。参考文献大部分来自人机交互的国际会议。谢谢。